那这里有个反面，看到没有？反到上面去了。那你看我放下面。你再按一下那个，再按一下这里，这里。正面。正面，这就是正面切割。这就是正面切割。再按一下就是反面切割。再按一下反面，反过来了。哦，嗯，就是。知道了吧？